警报！警报！希望号生存基地将在三分钟内关闭所有通道。蔚蓝色的星球真是漂亮。请居民立刻进入基地避难。他们提前到了。我在地球网络监测到了诺兰山基地的智能，正在疯狂收集地球数据。我突破了。哦，100亿，钱无比。走，我们去帝国官署买地球。王所长，我们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，地球蕴含大量宝物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处遗迹回头怪兽。第一处遗迹是位于林区深处的一颗巨大圆球，球体溢散的毒气杀死了我们的两队人，但这也表明内部大概率有宝物值得一探。第二处遗迹是悬浮于海中的一座银白色金字塔，入口通道非常危险，我们向内部投掷一些兵器都瞬间化为齑粉。经确认，它其实是一艘机械族的飞船，等级至少是第九级。机械族？那可是宇宙中科技最发达的族群，人类族群的多项科技都是来自机械族，这艘飞船的价值远非一般飞船可比。不止如此，我们还发现地球曾出现过极为罕见的金角巨兽幼兽，不过它已被强者杀死，我们正在寻找它的尸体。它的尸体价值依然不菲，有必要继续搜寻。最了解地球的就是地球土著，他们或许有尸体位置的线索。土著的人口分布情况如何？地球人口近70亿，其中1亿8000万分布在6个生存基地中，多数武者及政府高层都在里面。以 C 级生存基地的坚固程度，我们还奈何不得。那要是我们买下地球，那些土著迟早都会被我们控制，金角巨兽尸体的情报就不难获得。爸，购买地球的任务执行得怎么样？我已事先和帝国官署疏通了关系，现在正派人前往碧岩星办理手续，预计会在12小时内走完流程。看来外部势力不会插手了，我认为时机已到。古拉，你们要用相对怀柔的策略，争取以最快方式控制地球人类。是。星球的各项数据都在这里。请。我要买下这颗星球。金总部认定地球是最高规格的生命星球，按照帝国法律，各位要购买它需要30000亿黑龙币，如果金额不足就无法不买。您若要购买地球，首先需要提交申请，通过帝国总部的审核后才能跟你交易。要多久？帝国法律规定需要30天。30天。二弟，三弟，诺兰山家族在华府基地时降落了。Thank you.
地球上的人类，你们好，我来自宇宙中的诺兰山家族。不用紧张，我们是心怀友善而来，这些是我们的见面礼。听说地球一直为怪兽所扰，所以我们杀死了大量行星级怪兽，并将尸体赠给你们。想必各基地市的周边会因此太平不少吧。只可惜我们在为地球人类清剿怪兽时，地球的高层却躲在生存基地内毫无作为，我真为你们感到难堪。委屈我们的防卫意图，恐怕是在为后续的侵略行为寻找借口。既然地球的高层无力清剿怪兽，那诺兰山家族可以代劳。我们可以彻底清除地球上的怪兽，将广大的土地和海域还给你们。从此以后，地球人类无需再龟缩于围墙内。不过这一切的前提是，你们愿意臣服于诺兰山家族。让地球成为我们的附庸星球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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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。当然。你们也可以选择对抗，但是要想好后果。我们的精英战士全都是恒星级，需要一拳就能毁掉山脉和岛屿。你们若还心存幻想，不妨拿出你们地球最强的武器，我就在这里，尽管来试。发射！见，我们能轻易毁灭地球人类，到时候你们无法再享有自由，地球也会最终沦为奴隶星球。是成为附庸星球还是奴隶星球，我给你们12小时考虑，这期间你们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不过如果12小时后我们得不到来自地球高层的肯定答复，那么每1小时我们就毁掉一座基地市，当然也包括里面所有的地球生命体。好好想想吧。降低征服成本，再说出这种唬人的话，诺兰山一旦走完购买程序，
获得地球的主权，无论是附庸星球还是奴隶星球都没区别。最快是多久？如果您是帝国的大家族，或许喝杯茶的功夫就给你搞定了。这么说，如果像诺兰山家族那样背景深厚的势力来打点关系，购买地球的效率肯定高得多。那就动不动了。根据帝国法律，具有主权争议的星球才有30天购买流程。地球作为无主星球，流程本就很快了。抱歉，我只是个偏远星球的小官员，有些事不能由我做主。我们拿到了你的银行流水，并根据你账户预留的号查到了你的聊天记录，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你私下与他人达成协议，借助职权收取了颇为可观的费用。我的信息怎么会？爸爸他说这里的银行由于地处偏远，极少有大客户前来，导致系统疏于维护。对爸爸他而言，只要拿到了个人信息，这类数据就不太可能。你是选择快速换来手续，还是锒铛入狱？这次情况不一样，诺兰山家族曾许诺给我1亿黑龙币，要我为他们留住购买地球的名额。如果我中途变卦，哪怕退回那1亿，我恐怕都性命难保。2亿，12小时内达成交易，我给你2亿黑龙币。这些钱够你买几个恒星级保镖，远离诺兰山家族势力范围，过上一辈子舒适生活。1小时内搞定，我给你10亿。罗文先生，1个小时我的确没把握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元首、军方高层与战神官正在召集紧急磋商会议。与此同时，在亚美利加，欧罗巴出现街头骚乱和民众抗议。有一部分和平团体提出，应该接受诺兰山家族的主张，避免地球与高等级文明开战，并遭受灭亡的命运。为此，本台第一时间联系并采访了该团体的领袖。
舰长，探测表明这座圆球山内部的毒气能毒杀宇宙级强者。这圆球山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地球的土著不认识啊。支撑起为31号部分兵遗迹，加索那边的资料库里居然也没有记载。弗雷伍，你那个1号古文明遗迹探查的怎么样？这艘机械族飞船品级太高，我们还没有手段移动它。这位地球领主的亲属了。